十一月二十三日，网络上流传出几张一言赵丽颖和小女孩对戏时的动图，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身穿红色衣服的赵丽颖用手轻轻抚摸着小女孩的脸蛋，并亲切帮小女孩整理辫子，看上去母爱十足。不少网友都称，赵丽颖做了妈妈之后，真是越来越温柔了呢。 另外，有网友还找出一些赵丽颖之前和小朋友同框的画面进行分享，发现赵丽颖真的是一见到小朋友就又亲又抱，完全挡不住对孩子的喜爱之情呢。不知道在家里时，赵丽颖是怎么照顾和老公冯绍峰的爱子的呢？会不会对儿子相当宠溺呀？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